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对比一下 AJ 十三兵马俑。这款球鞋是冠希哥联名发售的，之前他去西安曝光一组兵马俑的照片，是去那边找设计灵感。这款是2018年年底发售的，发售的时候非常火爆，因为这款球鞋货量非常少，16800双。之前这双是正品，是风火入的，前几天吧，还是2800，现在已经涨到3500左右了。所以说这款球鞋还是非常有收藏价值的。今天给你们对比一下，正品跟仿的话有什么区别？这双是风火的正品，这双是莆田的，这双也是莆田的。给你们看一下大概的那个。颜色吧，因为颜色化上有一点区别，这个颜色有点区别，麂皮的颜色的话差不多了，这个颜色的话相差比较大了，因为这双球鞋是新模具开发出来的，所以说这仿的话还是用以前的模具，因为新模具的话开发成本比较大。首先看一下鞋头这个线吧，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正面的线，到这里是没有了，这里是没有。仿的话，这边全部是连起来的，这些都是连起来的。你们可以看一下，正面话到这的话是没有的。正面话鞋头的话，鞋头做的话，这个比较圆的话是错误的，这两个相差差不多。再看一下鞋舌吧，鞋舌的话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这感觉有点毛绒的感觉。鞋口开口看一下，鞋口开口的话，正品这双是正品，防火，这个角度比较大，这些用的话都是以前的模具，都是错的。看一下鞋底吧，鞋底的话相差不大，颜色相差不大。这双球鞋用料还是非常，比较贵的用料，什么麂皮啊这种，所以说这款球鞋价值还是蛮大的。看下碳板，碳板的话是用的都是一样的碳板，其实的话仿的话，用的以前的模具做出来的话，还是鞋口相差还是比较大的。图片对比的话，我会发在这个上面，你们可以去关注一下。之前对比的话，很多球鞋都会发在上面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。再看一下鞋垫吧，鞋垫的话相差的话也有相差。你们可以看一下这双正品的鞋垫，鞋垫的话是有胶印的，仿的话是没有的。现在早出的话，基本是做不对的。我后期出的话，我会慢慢改进。所以说，你们不要早去预估这双鞋，因为早出的话价格也比较贵一点。如果不着急的话，可以等到一两个月的话，就是过年之后可能会出比较新的、比较正确的版本。现在做的话，基本是错误的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再看一下中底轴线吧，这双是正品的，风火的。看一下，
九千八还是比较规则，看下第二双放了。这种条件很密集啊，那种错误的。这个也是错误的，有些很密集，有些很稀疏的感觉。今天对比的话主要是讲这几个部分嘛，你们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刚才那个，我图片对比我都会发在上面，更多球鞋对比我都会发在上面。